应该是这里吧，进去看看。 这个电影真是个笨蛋，为什么总是这么容易受骗？这个铸剑房大概荒废很久了，所有兵器都蒙上了尘。狄大哥，神木剑。 知道余明娘恶毒，你们还大意相信？你们不要乱动，我帮你们疗伤。 这毒蔓延极快，我这半边身子已经麻痹了，恐怕撑不下去了。